对不起，珊珊，你冷静点。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？愿意疼爱一生，这本是良药。是否刻骨铭心，并没那么重要。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就是传说中的林川。你知道这一年当中他发生了什么？不清楚。为什么没有任何解释你就走，一声不吭？你知道我这一年怎么过的吗？你说我每天都在想你吗？我承认我当时走可能有点冲动，我承认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。但是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之前做选择是对的。我们之间条件差距太大了，我不肯跟你在一起。可是我们在一起相处两年都很好啊。你知道我有多大压力吗？你身上穿的都名牌衣服，我全身啊一套下来也就几十块。我可以跟你一样穿几十块钱的衣服呀，我可以跟你一起挤公交去上班，这都没有关系的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珊珊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。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来来去。这种卫生纸的传递是个漠然的行为哈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今天来干什么？主要有两个目的吧。第一个想澄清一个事实，因为我不想背着一个20万的黑锅。说吧。当时珊珊出差还没有几天，然后她妈妈就把我约出来，我就奇怪她妈妈怎么会把我约出来，因为平常就跟她关系不怎么好。然后我们在一个包厢里，她妈妈拿出了两样东西，他妈妈让我和珊珊分手，然后就可以拿到20万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选择离开，我不可能拿钱来侮辱自己，所以我觉得离开，当时离开是最好的办法。他不说过了几天之后你又拿了那20万？没有，我一毛钱都没拿过。把现场声鼓励一下吧。我就知道你不会。好哥们啊，好爷们。第二，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珊珊，想来帮助他从过去阴影里走出来吧。他的阴影就是你吧，所以想让他放弃过去。我最后再问你一个最终关键的问题，这一年你有女朋友？我确实交一个女朋友。有多久了？我们认识半年后在一起。相信你的女朋友李晨，我不相信你肯定是怕我妈妈在阻止我们。我妈妈今天来了，我跟你一起去说，她肯定会同意了，她不会再阻止了。我跟你一起去说嘛。你妈妈说在第二现场有话要说，而且特别激动，告诉我们编导。来，我们看看你妈妈有什么话要说。来，珊珊，她不可能有女朋友了，我跟她在一起两年了，我不知道吗？我也不信，但是话说来，让她把女朋友带出来，让你也死心，省得让你这一年多钟当中你这么折磨自己。因为她死了几次，她知道吗？她在报复谁呢？报复咱们娘俩呢，对不对？苏大姐，她为什么要报复你啊？他认为我给他20万块钱，他拿走我钱了。所以说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刚才王林川说的是事实吗？他是不是跟你嘴里面所说的拿了你20万？他拿了没拿？你说事实。你说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你说是不是事实？我是为我的女儿做的。你先说，他说的是不是事实？他说的是事实。我是让他离开我的女儿，我不想让他跟我的女儿放在一起了。我不喜欢他们俩在一起。你不喜欢他们在一起，你没有资格拿钱去羞辱他，也没有资格在这指责他是个坏男人。是你让他和女儿分的手，他可以谈女朋友，他并没有说有过婚姻，也有过任何所谓其他的承诺，恰恰是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。是，但是话说来，他刚走了一年就交了女朋友了，他心里就根本没有我女儿。他要是有我女儿，他不这么做。我女儿为了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可以不谈男朋友，他做到了吗？他没有做到。那我就奇怪，你是要他们在一起，还是不要他们在一起呢？你说话有点太不公平了。人家不离开了你女儿，被你逼走了，人家还不能再找了。你女儿在分手之后特别脆弱，自己开名气要自杀要颓废，往往是你教育的结果呀，是受你的影响啊。既然他说他交了女朋友了，没关系，让他把女朋友带上来，让你也死心好了吗？你别说了。好吧，大姐啊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事情就是你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要让他女朋友出来就出来呢？
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虽然非常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请你稍微安抚一下，好吧？林川，我不相信你会有女朋友。如果你真的有，你带出来让我看看。这个问题呢，交给你自己选择，好不好？他今天的确是被围起来了，但是我并不一定建议你带他上，或者你去问一下他，他愿不愿意上来，你遵循一下他的意见，好吗？来，你下去商量一下。两年了，我不相信他一年就忘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物是人非，有的时候是可能的。我当初就拿了那20万，这一年当中他过的什么日子呀？你知道吗？啊？哎，你刚刚说的吗？妈，你别说了，你自己看看。妈，你别说了，你闹够了没？你自己看看今天这个局面，是不是你造成的？不是林川会有女朋友吗？不是我跟林川都分开吗？你什么时候为我好？你能不能放手，让我自己去寻找我的幸福？女儿啊，妈就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做的，不是为你好我能这么做吗？总说为我好，为我好，我干了，他不爱了，我干了，也不会幸福的。你说一个林川，两个林川，我都不可能让他跟你在一起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可能让你在一起的。别说了，现在是林川不愿意跟他在一起，您搞错了。您一把年纪，我们非常尊重您是个长辈，所以我们一直在这儿保持一种尊重的心态，不跟您争执，但并不代表你可以为所欲为。我现在只要珊珊离开的就好了，她既然有了女人了，我们珊珊离开的可以吗？我告诉您，大姐，之所以跟女儿处成这样，有一点永远没有学会尊重人，不尊重林川，拿钱去羞辱她，更不尊重你的女儿，让她不能够自由地选择生活。所以您还是先下去，您让您的女儿自己来选择自己的生活，您尊重一下她可不可以？她已经成年了吧，好吧？好的。哎，谢谢啊。是这样的啊，珊珊毕竟等了你一年多，在这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无论是如何的颓废自己和折磨自己，她始终是有一肚子话要宣泄。我觉得你不管是作为一个男人、一个朋友，或者他的前男友，你都应该听他说一说。你可以让他把这一年的话跟王林川说一说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你还需要接受珊珊的倾诉吗？可以。好，那你跟我到一边来，来，来，珊珊，请站到你的位置。王林川，请站到你的位置。接下来是珊珊的告白时间。林川，我们已经分开了1年3个月15天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你知道当我妈跟我说你拿我们家钱就走的时候，我当时有多难过吗？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不管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妈怎么说，我都不信，我只信你。今天我也知道真相了，没想到我妈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，我替我妈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没关系的，珊珊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来这里也就希望你能够振作，放下过去，
你建议。